这支影片呢，想要来记录一下我一整周都吃了什么，然后还有做了什么样的运动。我知道大家都对就是类似问题还蛮感兴趣的嘛，就是我大概一周运动几次，然后我大概吃多少，吃什么等等。那其实这一两年呢，我对我自己很大的一个 focus 就是我的 mental health 跟 physical health。那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生活，开始吧。我现在在新竹的巨城，我想要来录一下我这一周的一个行程，因为我觉得这周比较有趣，然后顺便跟你们分享就是我都在吃什么。我最近想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，因为我妈煮的菜就是比较偏中式跟台式嘛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可是我需要有一些变化，所以我想要先买一些生菜，然后就是我自己会喜欢吃的。先回家把东西放进冰箱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现在物价真的有点贵，我刚刚随便买一买就1000多块，然后这个生菜想要150，这个比在加拿大还贵。今天的晚餐，妈，这是什么？炖排骨跟大白菜啊。那鱼是什么鱼？石目鱼。皮蛋豆腐，然后炒饭，还有酸辣汤，非常的丰富。昨天睡觉的时候看小说，看到很晚，看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就肚子就饿，所以我吃了一些饼干再睡。点了一个热狗堡，看起来还蛮饱的。是热狗，然后上面有一些 chili 酱，然后还有这种 agrola 的叶子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原本在菜单上面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吃到嘴巴里之后就觉得很 make sense。今天的晚餐，
羽衣甘蓝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应该就是有些 watermelon lettuce。兴奋！我今天因为起床起得非常匆忙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弄我的洛梨吐司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洛梨用在我现在要吃的沙拉上。我昨天上班的时候超忙，也是没有时间吃东西，所以其实我昨天从睡觉开始就饿到现在了，所以赶快来吃东西。昨天下班之后啊，原本其实要马上睡觉的。就想说睡前看一点点小说，原本打算看个20分钟半小时，结果看一看看一看就很入迷，然后就停不下来了，所以我好像一路看到了早上9点才把那本书看完，然后我12点又起来要去做自己，所以我只睡了3个小时。Say your review one more time. It was pretty good.我回家了，现在让我下楼吃我妈煮的晚餐。想要再加一点泡菜，钟家福的泡菜，我看好像是斐丽吗？说这个牌子很好吃，所以来试试看。
想要吃咖喱小富士。什么在那里？可是吃不出味道。我今天加很多很多七味粉跟胡椒，结果还是有点口味有点淡。我好像可以再吃一片。今天的晚餐吃冰冰饺，然后还有很多菇菇，然后青江菜，我妈说要炒这个之前从宜兰带回来的鸭肠。今天又是很丰盛的一天。这礼拜开始 film what I eat in a day， 真的算是一波三折。因为呢，这几天疫情突然变得很严重，所以健身房已经关了。那还好呢，就是因为我去年基本上大半年在加拿大都是自己在家运动，然后加上我刚回台湾，两个礼拜的那个居家隔离的时候，我又买了一些很基本的健身基本器材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其实是可以自己在家运动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我有两个五公斤的哑铃，然后我还有一些阻力带，这个是屁股需要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长，可以做上半身的。然后这是我健身房的web page， 然后它有一些线上的课是 on demand 的，我想要上都可以。忘记 Swim Tonic 的运动有多累了，这个运动才35分钟，然后有4分钟是 core down， 然后我已经满身汗了。但是呢，我因为它整个运动都没有用到重量，所以我自己要再多做一点。现在要来做个 protein shake， 什么这个？Matcha latte 的口味。我在上班前还没有时间洗澡，现在要上班，还好我没有就是开相机，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抹茶
真的是在蛋白质饮料里面真的很好喝的口味。现在是半夜2点，我刚刚不是运动完有喝一大杯 protein shake 吗？所以我原本以为我今天晚上不会肚子饿需要吃东西，结果现在突然肚子好饿哦。然后我刚刚找了一下可以吃的东西很多，但是我都不想吃，所以呢我决定下个面然后跟泡菜一起吃好了，因为要快我还要回去上班。刚吃完那个面食都有种空虚感，就是好像有吃又好像没有吃，但是他们都说吃完要等个20分钟饱足感才会上来，所以我就耐心的等待我的饱足感吧。搭配水果这个 combo 呢，就是会让我肚子马上咕噜咕噜咕噜。我下去厕所。我化好妆，吃完早餐才发现忘记吃燕窝了。这周吃燕窝吃得很勤，是因为月经刚走，然后好像 apparently 是吃燕窝最适合的时间。然后要早上起来空腹就吃，会吸收最好。那我想今天就跳过好了。今天没有什么很特别计划，我今天又要去看牙医了。然后，还要干嘛？就这样子，就今天只有看牙医跟上班。对，今天好无聊，没有要干嘛。一个巧克力馒头，然后一个竹笋，一个肉包，然后一个香菜。是傍晚左右，然后我一样要来跟 Swan Tonic 的课程来上一个 Hard Hit，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节奏比较快然后一直在动的一个运动。这个就是给那种在家 friendly 啦，就是在家或是比较初阶者会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运动影片，然后它是要付费的，但是一个月其实也没有很多钱。然后这个 gym 是我在 Toronto 我一直会去的 gym， 所以延续它 上面的课程。然后我觉得我在 Swan Tonic 持续的去是对我的身材上最有改变，就是去年开始，对，去年初开始，2020年开始的。然后那一年我身材上看到了还蛮大的改变，所以就继续跟着他们做，然后现在开始咯。洗衣服跟晾衣服是一种运动，洗衣机在1楼，晾衣服在5楼，到底谁设计的？啊，累死我了！今天晚餐当归、荞麦面、这个小白菜，还有鸡肉跟油豆腐。
有没有吃过这口味的咸蛋黄？嗯，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一般鸡汁口味，但这也不难吃。嗯，这次的影片应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主题。好，拜拜。